亲爱的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准时准点收看江苏卫视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经历 eLife 一六手机一站到底，欢迎大家，我是李好。大家好，我是小敏。大家真是热情啊，我相信这个掌声啊不仅仅只是给主持人的，更是给我们这档优秀的电视节目的，同时也是要给所有今天即将要走上我们这个舞台比赛但是还没有上场的这些莘莘学子们，他们就是北大和清华的选拔队的所有的同学们。因为今天这场呢是我们的校园风云争霸赛的决赛，这次的活动啊也是我们特别跟新浪微问共同发起的。在前两场的比赛里面啊非常的激烈，北大清华两所大学的选拔队全部晋级到了我们的总决赛里面。今天在我们的现场要进行一场校园王中王的对抗和较量。没错没错，我记得上两场的比赛特别的精彩啊，比方说北京大学的张雪健，他靠一己之力打败了四个人，还有清华大学的刘也行，他一开始就来势凶猛，也是一个人打败了四个人。是，所以说呢节目播出之后啊，他们二位在网络上的呼声特别的高，所以很多朋友非常想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看到他们二位的精彩对决。一个姓张是吧，对，一个姓刘，幸好没个姓关的，再来个姓关的就可以直接现场结拜了，我跟你说。好，在比赛之前呢我们需要特别的说明一点，两组的队长在上场之前呢已经进行了抽签来决定自己的答题顺序，按照抽签的结果呢本场是由北京大学先派人先答题。那么到底哪所学校能够获得校园风云争霸赛的总冠军呢，我们拭目以待。同时需要提醒大家，在本场能够获得总冠军的那支队伍，那么他们将会获得由更加适合观看在线电影的长虹 UMAX 客厅电视所提供的美国常春藤盟校学术交流之旅，五个人通通都去。还好像我们两个也可以带队。有这个殊荣吗？我希望这样了。我太高兴了。好了，那在观看节目的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九幺助手或者是安卓市场来下载中搜搜乐，参与这个场外答题来赢取大奖。另外呢，如果想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通过官网报名，也可以通过金龙鱼添加海洋鱼油调和油一站到底的地面招募活动来进行报名。各位，下面的时间准备好你们的欢呼喝彩和掌声，因为我马上要迎接北大清华两所大学的选拔队员登场。有请先知骄子们高凡、周思涵，一位来自清华，一位来自北大。好，这位是来自清华的宋博，以及张琳来自北大，欢迎两位。这两位是来自北大的韩硕哇。好，这两位答题神奇人物相遇了，北京大学的张雪健以及清华大学的刘也行，两队的队长来了，都是女将。好美耶，苏曼、欢迎你们来，两位到我们中间来，两位队长。哇，你今天穿的跟新娘子一样。对，我觉得我随时可以去嫁人了，谢谢大家。你们姿色也不错，西山紫气，荷塘月色。好，两位队长，比赛马上要开始了，请跟你们的对手说几句话来。清华的小伙伴们你们好啊，就是你们在上一场比赛里面你们说你们在哪里第一就在哪里，其实我们特别赞同这句话，因为清华和北大只隔一条街，你们在哪里第一的确就在哪里。朱峰，好，我们来听听朱峰怎么说的。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自强不息，清华第一，厚德载物，一战到底。两个学校的队员们都好好的加油，希望你们拿出自己全部的实力来释放你们的小宇宙吧。两位队长请去到自己的位置。两位加油，谢谢，加油。
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要说一下我们自己的全新的规则，是因为团队作战，所以我们这场没有免答权，也没有车轮战，并且针对于题目，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题型，就是选择题。选择题在20秒的时间之内，必须给出我们一个确定的答案。两所学校的选拔队由队长派出一位队员，1对1的进行答题，输的人当场掉落，赢的人有资格继续对垒对方队的其他的同学，直到一方学校的5名队员全部掉落，另一方获得最后的冠军。在对决的过程当中，任何一方赢对手即可为本校拿到一件奖品。是的，那今天按照我们的规则规定，抽到序号 A 的校园选拔队先派人答题，那所以今天要请北京大学选拔队的队长先派出他们的第一位队员苏曼。好的，自古武功唯快不破，兵贵神速，我派韩素，韩素出列。好的，好，一位武装到牙齿的这个选手啊，韩素，上一场其实我觉得你的表现非常不错，但是最后输在了一位女选手的这个身上，会有点遗憾。确实非常的遗憾，因为上次我还放了狠话说要制服她，对，但是场上没有制服，但是没有关系，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啊。好，回去的时候有很多同学跟我叫美牙君们，要感谢好哥上次给我了这个称号美牙君。然后我回头照了镜子，照了好久，我觉得其实我的牙其实不是很好看，可能是我的樱桃小嘴反衬了我的牙，所以感觉可能有一些这种效果吧。纠正一下你啊，好吧，你那不是樱桃小口，你那血盆大口型。不是，但是我觉得一个人想要让别人认识，一定是有特点的。对对对，这一点你做到了。对，好，我们来看看朱峰他选的。我希望你的樱桃小口能保护好你的牙齿，不要被我们的小伙伴们打得满地找牙哦。好，来，清华的队长要先派出第一位，你要派出的第一位队员。好，我们派出的第一位队员就是上次我们的数理机科班的第一高凡同学。上一次高凡同学因为站得比较累了，所以他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表现机会，他一肚子的这个满腹诗书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展现，所以我觉得这次要给他一个机会，给他一个万夫莫当之勇，冲在第一个。高凡率先出战是吗？高凡你好。好哥好。哎，回去了以后特别懊恼吧？还记得那道题吗？酸梅汁你最后明白了，反正对，我后来特意去了解了一下酸梅汁，它就是由乌梅、山楂还有甘草一种老北京的传统。为了惩罚自己，回家咕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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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了好几瓶吧。对对对，而且我们杭州人其实平时喜欢喝龙井，所以酸梅汤并不是我们的主流饮品。他们喝的更高端啊。而且高凡很善于学习，他是知道这一点之后，他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于是找了非常多有意思的材料跟我们分享。很善于学习。好，我们来问问韩树吧，你的对手是高凡，对他有什么话讲？俗话说欲速则不达，遇到韩素你就不会答题了，所以遇到我真是特别聪明。欲速则不达，答改成答题的答。对，两个学校的同学们，现在呢校园风云争霸赛的总决赛的第一场对决马上就要开始了，分别是在北京大学的韩素和清华大学的高凡之间展开。两位开始。鄂是哪个省的简称？湖北省。古巴属于哪个州的国家？北美洲。西游记当中孙悟空在如来佛的手掌上写下了齐天大圣和哪四个字？到此一游。不应该乱写啊。名著红楼梦中潦倒不通事物，鱼丸怕读文章，评价的是谁？贾宝玉。图片所示的是哪种球类运动？冰球。图中是哪位 NBA 巨星夺冠时的庆祝画面？ Kobe Bryant。天龙八部当中的武功名凌波微步一词出自曹植的哪部名篇？凌波微步，罗默生成，洛神赋。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中在张无忌之前担任明教教主的人是谁？杨顶天。二战时期中途岛战役成为哪一战区转折性的关键战役？太平洋战役。美国历史上出身贫寒并且是第一位遭到刺杀的总统是谁？林肯。请听音频题。就不要留，时光已过不再有。这首歌《突然的自我》是哪位台湾歌手的代表作？两个二百五，五百。嘿，请听音频题。繁华路上震动流水，我只取一表爱了解。这句歌词出自于周杰伦的哪首歌？发如雪。这幅名画现收藏于哪座著名的博物馆中？卢浮宫。图中名画现收藏于哪个国家的博物馆？英国、俄国、法国。请听音频题。爱恨就在一瞬间。音频中唱的是历史上哪位人物？虞姬。
项羽，不是，贵妃是杨贵妃，是呀、啊，请听音频题。烟烟雾灶，小心火烛。音频中是古人在做什么事情时说的话？夜巡，有个专有名词。茶叶，对。韩叔，你知道吗？打惊是是，打惊是专有名词。我发现他每次都倒在特别简单的题上面。上次是乌梅，这次是打惊。你学的平常学的太高端了，可能。其实一站到底这个舞台上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题目都有，并不单纯只是高精尖类型的，好啊。那个谢谢高凡，我相信我们队一定能站到最后的。好，谢谢，祝福你们，愿望是美好的啊，但是前路也多坎坷，希望清华大学选拔队加油，谢谢高凡，再见。同学们来看一看这一次北大所收获的奖品是健康酸奶机。OK， 这是最小的奖，我们还有大奖在后面，希望你能够拿走。好，下面由朱峰队长派出以排兵布阵情况下的第二位。我可以插句话吗？什么？你说？我特别想和对方的队长对决，因为我想可能有生之年我难以登上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但是今天在这里我可以战胜珠峰，登顶珠峰，你敢上吗？向你宣战哎！谢谢你登顶珠峰，哎呦，珠峰8848呢！谢谢你对我的夸奖，但是我觉得你是比较喜欢漂亮姑娘吧？也许北大比较稀缺，没有关系，我满足你的愿望。不要看纤腰楚楚、回风无雪，我们的宋博同学，他是看上去很娇柔，但是内心非常的坚强，是一个非常有韧性的女子。我觉得就派她就可以了。我们先问问宋博。好，第二次来。对啊，上一次输到了一个非常简单题上，是因为自己审题不清楚。哎，其实说到那道题，对，非常非常有意思。但是我想说的是，上次我就说过，我灰太狼一定会回来的。今天我就又站在了这里哦。上次不是结束，今天才是真的开始呢。好，说得好。今天咱们来到现场啊，就是把上次答题的遗憾给补齐的。是的，现在你面临的对手是韩树。没错，我还想了解吧。对，我看见你，我就想起了一部电视剧，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少年黄飞鸿》，大家看过吗？你是说他像黄飞鸿吗 ？No， 像里面的阿宽。是因为他的牙齿。对，我觉得你们的名字也挺像的，他叫牙擦苏，你叫牙擦素。哎，我听说你是女生部的部长啊，那你能不能用10秒钟的时间说一句话来逗我开心一下？哎呦。你家要求真是高啊！现场哎，即兴反应。哎、不过真的，我只会逗我喜欢的女生开心，所以说我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不是说随随便便就逗别人开心的人。但是韩素啊，有些东西你忍不住，你嘴一张，别人就开心了。好的，两位做好准备，我们第二轮答题开始。俗语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中的规指的是哪种工具？圆规。一个三角形三个角度分别是1:2:3，请问最大角是多少度？90度。中国五大湖分别是鄱阳湖、洞庭湖、洪泽湖、巢湖和哪个湖？太湖。王安石的京口瓜洲一水间的一水指的是我国哪条河流？长江。请看选择题。木牛流马是三国时期哪一位人物发明的运输工具？ A 周瑜， B 诸葛亮， C 鲁肃。这个新题我给大家示范一下，我选择 B 诸葛亮。请看选择题。歌词良辰美景奈何天出自元曲家汤显祖的哪部戏剧？牡丹亭。赏心乐事谁家院。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这首诗的名字是？李绅的悯农。丹麦国宝小美人鱼铜像，其形象来源于哪篇童话故事？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美人鱼。人鱼小姐。海的女儿。是。歌剧《魔笛》是哪位奥地利作曲家的作品？莫扎特。名曲《塞上曲》是哪种乐器的传统大套文曲？二胡。琵琶。请看视频题。
好，视频中穿越长城的是哪位著名的美国魔术师？大卫·科波菲尔。请看视频题。这是哪位女歌手早年参加民歌比赛的视频？忐忑·龚琳娜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组织的总部位于印度尼西亚的哪座城市？应该是首都雅加达。世界贸易组织总部位于哪座有着国际会议之都的欧洲城市？欧洲城市日内瓦。诗说是哪位唐代著名文学家的作品？韩愈。元朝四大悲剧之一的《汉宫秋》是哪位著名大戏剧家创作的？马致远。现效力于 NBA 马刺队，球衣号码为9号的控球后卫是谁？应该是帕克。名将邹凯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男子体操的哪个单项决赛中摘得金牌？鞍马、吊环、那个体操，上马。正确的答案是自由体操，这是一个完整的答案啊。被韩素居然砍下了2元队友啊。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上次就没有把女生制服贴，所以这次终于完成了我的一个愿望，但是就是挺对不起宋博同学的，但是我很谢谢你。我掉下去根本说不了什么，因为我们的大神在后面，你们也知道的，一位二位男神还有我们的女神哦，所以我今天能答多少就答多少，后面的靠你们了，队友们加油，再见宋博。这次北大你们要收获的奖品是笔记本电脑，哇，这次是个大奖，恭喜你们。同时来问一下队长朱峰，接下来你想派谁来出场？我想下一位派出的是我们拈花微笑飞叶商人，一旦出手片甲不留的林伯南同学。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上一场啊，你第一个派出的是刘也行，然后刘也行一个人打败了4个人，为什么这一次把他放到那么后面呢？是因为也行是我们的城墙型的选手，而且基本上所有观众的目标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你不知道那天结束之后有多少女生打电话问我他是不是单身。作为队长，他是吗？我也想问啊，目前是真的。我把我妹妹介绍给你吧。对，然后伯南那天是本来我想放在第一个做开路先锋的，但是我想开头的话可以有个调整。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林伯南。上一期节目呢，我是作为终结者的形象出现的，当然这期我也希望成为一个终结者，所以从终结你开始。所谓是唇亡齿寒，把对方的门面打下去了，而且连拔了2颗门牙，所以我有信心继续把他们牙打光。来，两位大地开战。在动画片中，人在打呼时会从嘴里飘出一串哪个字母？ Z 常见的符号这个在英语当中常表示哪个单词？请拼写 AND A-N-D。 Think in American English 是哪部近日上映电影的经典桥段？我上次输在电影题，这次一定不输。中国合伙人。图中著名演员的丈夫是谁？猪八戒徐峥。请听音频题。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音频中是哪个地区的民族的歌曲？应该是新疆的。请听音频题。南红我想你，南红我想你。请问音频中是我国哪个省的方言？我的神啊，陕西话。波兰科学家哥白尼提出了哪个学说实现了天文学的根本变革？日心说。阿胶是由驴的哪个部位熬制而成的？驴皮。图中同盟国三巨头中的美国总统叫什么名字？罗斯福。图中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哪部经典作品的插图？堂吉诃德。图中抱球的是哪位 NBA 马刺队球员？邓肯。图中 NBA 球队的主场是哪个球馆？斯台普斯。水浒传中绰号为插翅虎的是哪位梁山好汉？插翅虎雷横。《三国演义》中，周瑜利用蒋干杀了曹操手下哪两位水师都督？蔡瑁、张允。请看选择题。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的天然分界线是哪座山？请给出一个明确答案。我选择 A 太行山。请看选择题。
三江并流景观指的是怒江、澜沧江和哪条江并行而不交汇？请给出一个明确答案。我选择 B 金沙江。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词典是什么？永乐词典。尔雅。哎呀，传说陈阿娇为了感动汉武帝，托哪一位大文豪写下了《长门赋》？司马相如。图片当中描述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哪一个历史事件？攻克巴士底狱。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事件中的赵家楼是谁的官邸？曹汝霖。瓦特是表示什么的物理单位？功率。在国际单位制里面，电荷的量称为电荷量，其单位是什么？库仑。小说《哈利波特》当中，巫师把不相信和不会魔法的人叫什么？平民。韩素。这个我不会。叫矮人。叫林伯南。我真的不知道。韩素的答题指令为终点。伯南，你知道答案吗？麻瓜。是，正确答案是麻瓜。现在北大的韩素需要离开了，今天表现不错了。对，一会儿可以，我派出你们学校的一位女生代表吧，那个二号张琳妹妹，你跟你们的女生部长说句话吧。终于可以用上美救英雄这个桥段了。韩素没关系，上一次我下去了，你妈妈来陪我，这一次你在下面好好等着，然后一块跟我们上来庆祝胜利的时刻。OK， 好的，再见。好的，这一轮我们要恭喜的是清华大学林伯南。接下来看一看你们这次可以获得的奖品是，也是你们拿到的第一件奖品，电子书。再接再厉。好的，苏曼，现在你们场上还有四位，接下来你们的对手是伯南，你觉得谁可以跟他 PK？ 好的，我们刚刚用了一招美牙技，用得非常的爽。那么我们打算乘胜追击，派出一个美男使一下美男计。上一场比赛当中，清华隐藏了一把秘密武器，就是林伯南。其实这位美男也是我们雪藏的一瓶酱油，思涵牌酱油，开瓶。好的，周思涵先来做一下自己的介绍。好，大家好，我是邹思涵，来自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是一名大二的本科生。大家可能都比较纳闷啊，比较好奇，觉得上一场预赛这一个男生然后站在这里也没说太多话，也没有太多表现，连一道题都没有答。其实有一句话说的，那都是因为张雪健不给你们机会。哎呀，真是雪健你太讨厌了。伯南兄，虽然你现在站在清华那边的代表队，但是我已经看出来你的心是属于北大的。请问您是怎么看出来的呢？大家可以看他的名字，林伯南，林伯南，伯雅之下，燕南之地，正是我们北大。所以各位清华的小朋友们，请你们小心喽。这就是北大的风格，愿意玩文字游戏。邹思涵，林伯南，做好准备，答题开始。中的 logo 代表的是哪项运动？乒乓球。图中的 logo 代表的是哪项运动？网球。俗话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什么？八卦。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句出自我国南北朝时期的哪一首民歌？敕勒歌。请听音频题。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这首《桃花朵朵开》的歌手来自哪个国家？马来西亚。请听音频题。Hello， 大家好，我是 JJ。请问音频中是哪位男歌手的自我介绍？我是 JJ 林俊杰。德国哪个城市的证券交易所经营着德国85%的股票交易？法兰克福。世界上地势最低的是位于欧洲的哪个国家？荷兰。2011年从英超曼联队退役的荷兰门神叫什么？哎呀，这道题正好考到一个红迷啊，一个红魔迷，是范德萨。被称为伯纳乌王子的是哪位曾披7号球衣的皇马足球运动员？劳尔。1937年在上海发生的哪场战役粉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淞沪会战。孔雀王朝是哪个亚洲国家的第一个基本统一政权？印度。请看选择题。
欧洲文学四大吝啬鬼之一的夏洛特出自于莎士比亚的哪部戏剧？请给出一个正确答案。我选择 B 威尼斯商人。请看视频题。视频中出招人物的原型三侠五义中的哪个人？白玉堂。图中的新疆地形示意图当中下方为塔里木盆地，而上方是哪个盆地？准噶尔盆地。图中的大桥跨越了雷州半岛和哪个海峡？琼州海峡。蒸熟的馒头松软多口是因为和面的时候加入了哪种真菌？酵母菌。我们常吃的碳烤生蚝，请问生蚝的学名是什么？牡蛎。请看选择题。鲁迅小说《祝福》中，祥林嫂把一年的工钱拿出来为土地庙捐了什么？给出一个确定答案。我选择 A 门槛。请看选择题。悲惨世界中，冉阿让因偷取了哪种食物而被判处19年的苦役？我选择 B 面包。图中的中国宇航员正在哪个空间实验室来进行太空授课？天宫一号。图中的美国总统乘坐的波音747专机的名字是？空军一号。图中的这部古书由哪位明末杰出的科学家所写？徐光启。图中的书籍是我国哪位数学家的代表著作？华罗庚。高尔夫球赛中，小鸟球比某个特定杆数少一杆，这个特定的杆被称为什么？标准杆。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的三个理念分别是绿色奥运、人文奥运和什么奥运？科技奥运。在电影《不再让你孤单》当中扮演方振聪的著名前奥运跳水冠军是？田亮。根据郭敬明小说改编的电影《小时代》是由哪位台湾偶像剧教母监制的？琼瑶。小时代这个人很有名，偶像剧的教母。好吧，清华大学倒在了一道娱乐题上面，请问对方知道吗？我知道，柴智屏。是，谢谢，谢谢林博南，你的答题之旅结束了，我们还是把掌声送给两位，两位的答题，两位答题非常棒，轮数也很多。林博南，这次你掉落之后，你们清华队就只剩下了两位队员了，而对方的队伍里面还有4位对手，有什么话跟你接下来仅剩的这两位队员说？加油，加油，大哥，加油，队长！我相信我们肯定能站到，就是我们肯定能站到最后，我一定会回来。接下来你们将面临的是最厉害的武器，他上一场有人打掉4个，我相信这一场他也会。也就是说，林博南接下来已经开始剧透了。说清华大学的朱队长要派出的有可能是清华的刘烨行了。谢谢你的到场，谢谢博南，再见林博南。这一轮恭喜北京大学队，我们来看看你们获得的奖品。健康跑步机，恭喜你们。好的，我们来问问清风队长。我觉得对方今天是实力相当啊，但今天我们总是有一些运气不大好的题目会出现，但是下一个我觉得野行师兄我们的大师兄一定会给我们逆转乾坤的，我相信野行。下面派出的就是刘野行。对，野行上一次表现非常不错，一个人打败了4个人，下去之后也受到了很多朋友啊以及网友对你的赞赏，那你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对自己的目标是怎么样的？今天想要打败几人？就是我们是在一个团队作战，我想我们的目标是共同的，就是赢下这场比赛。嗯，那到目前为止其实你们现在占的是劣势，因为你们只剩2个人，而对方还有4个人，你现在作为第4个出场的，有什么话要跟对方讲？尽人事知天命。加油加油加油。需要特别跟大家说明的是，刘野行当年河南省的理科状元，理综满分，总分719分，清华大学生物系直博。上一场一人战胜了4个人，收获同样战绩的是北大站在4号位的张雪健。好了，不知道他们今天在现场有没有可能遭遇上，那么一切悬念由此展开，先从这战开始，两位答题开始。
请问诗句春风不度玉门关的玉门关位于我国哪个省境内？甘肃省。素有高原民族之称的滇池位于哪座城市？云南昆明。请看视频题。影片中给孙悟空的脚板上面印上了三颗痣的人是谁？紫霞仙子。请看视频题。要有火锅，要有雾，要有美女儿，要有驴。视频中吃着火锅唱着歌的经典桥段出自于哪一部影片？让子弹飞。途中是哪位被誉为交响乐之父的奥地利音乐家？海顿。途中是哪位被誉为提灯女神的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女护士？南丁格尔。请看视频题。这一经典画面出现在哪一年的足球世界杯上？2006年德国世界杯。请看视频题。Michael taking off, the patented tongue comes out just in front of that line. Look at this, the double clutch, the reach out. 这是哪位篮球明星参加扣篮大赛时的表演？ Michael Jordan, 迈克乔丹。抗战时期哪次战役是八路军的首次重大胜利？平型关大捷。作为美国革命的关键点之一的清查事件发生在美国的哪个城市？ Boston, 波士顿。请看选择题。哪位韩国总统执政期间将韩国首都的中文名改为首尔？ A. 李明博， B. 卢武铉， C. 金大中。我选择 A. 李明博。请看选择题。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女国务卿是谁？ A. 赖斯， B. 齐泽姆， C. 瓦妮莎。我选择 A. 赖斯。位于新疆阿勒泰地区传说有湖怪大红鱼出没的著名的淡水湖叫什么湖？喀纳斯湖。四川省第二大藏区和我国羌族的主要聚集区是哪个自治州？阿坝州。有当代中国人口学第一人之誉，代表作品有新人口论的是哪位著名的教授？马寅初。英国作家托尔金所著的系列书籍并被改编成为电影的《指环王》第二部的名字是？ Two Towers, 双塔骑兵。图中是哪个被称为星月骑士国家的国旗？土耳其。图中是哪座有金银岛、珍宝岛美称的泰国最大海岛？普吉岛。图中是人类的第一座太空望远镜，请问它叫什么名字？伽利略望远镜。这个真心不知道。人类的第一座太空望远镜，太空望远镜，刘也行知道吗？叫做哈勃望远镜。漂亮，哈勃望远镜还蛮有名的。是不是看到也行心中有压力了？我是一个乐观向上的人，不会给自己平白无故的添加压力。但是你今天已经在你的这个外表上面为你加分了，今天的答题实力很棒。好，谢谢女神姐姐。周思涵，谢谢你，谢谢你的答题表现，再见。好，这一轮我们要恭喜的是清华大学，来看一下你们收获的奖品：数码单反套机。好，接下来苏曼，你这边其实我特别想知道你会派谁，因为我还蛮希望这一轮能够看到雪见出场。啊，不着急，不着急，是这样的，自古英雄救美，但是我们想要来一招美救英雄。张琳已经跃跃欲试很久了，上一回她充当的是被保护的角色，今天她想要保护别人。张琳初恋。好，张琳今天有什么话讲？我想说，上一次自从我因为大风车掉下去的时候，我多了一个外号，大风车吗？叫张风车。然后回去之后这几天我就开始在恶补我各种弱项，然后已经到了一种走火入魔的境地了。但是这一次我对于刘队长的排兵布阵啊，我还是有一些疑问。虽然啊，张琳这姑娘答题实力肯定不俗，要不然也不会入选你们最佳五人组的阵营。但是这的确是一位悍将，我觉得他来答题的话让我觉得对他有一些担心。两位做好准备，答题较量开展。食盐的主要化学成分为什么？氯化钠。倭瓜是哪种常见蔬菜的别称？南瓜。图中著名的书院位于我国哪个省？湖南省。卫星图中较大的岛屿是上海市的哪个岛？崇明岛。宙斯是哪国神话中的众神之王？古希腊神话。
申公豹是我国古代哪部神魔小说中的人物？《封神演义》。请听音频题。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勇气。请听音频题。林志颖演唱的这首歌曲是哪部武侠电视剧的主题曲？快乐至上。哪部武侠电视剧？绝代双骄。由法国球星迪加纳2011年至2012年签约中超哪个俱乐部，成为该队主教练？北京国安、上海申花。现效力于切尔西队，外号灯神的是哪位足球运动员？ Frank Lampard， 弗兰克兰帕德。南唐后主李煜被杀是因为自己做的哪首词被宋太祖认为小谋反？虞美人。是。吝啬鬼的形象波流西京出自哪位俄国作家作品？果戈里。是。请看视频题。Actually impressed when I read that when you first came to this office,、mm-hmm. the very first time. 这是奥巴马参加哪位美国脱口秀女皇节目时的影像？奥普拉脱口秀。请看视频题。根据这是哪位澳大利亚总理在北大的中文演讲？陆克文。世界最大的流动沙漠位于中国的什么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美国密西西比河的干流最后流入的是哪个海湾？注入墨西哥湾。请看选择题。小说《西游记》中牛魔王的坐骑叫什么？ A 壁火金睛兽， B 壁水金睛兽。请给出一个确定答案。我选择 A 吗？确定吗？我选择 A。 A。很遗憾，正确答案不是 A。 碧水金睛兽是 B 正确答案。谢谢张丽。还是有漏洞。对，可能这道题目刚好恰巧你不会啊。牛魔王的坐骑是碧水金睛兽。我早就跟刘队长说了嘛，你就先把张雪剑弄出来跟打一轮姑娘站这多好看呢、就是、对不起，就是人有失手，马有失蹄，我是失蹄了、对不起。哎，做好准备张琳，再见。然后这一轮要恭喜的是清华大学，来看一下这样奖品是苹果 iPad Pro。 恭喜清华大学拿到了这件奖品。现在啊，场上局面之前呢非常有优势的，因为刘也行的出战，导致现在场上的局面是2-2。刘队长，好的，我先想跟也行说两句，就是你本是我梦想中的那一款清华男生，如果是2个月前遇到你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拜倒在你的短裤下。但是因为后来我遇到了张公子嘛，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看过了张公子之后，很多男生就顿时索然无味了。张公子初恋。选择的是4号张雪剑，虽然张雪剑长得一张确实，要我怎么说呢，怎么看也觉得是一张索然无味的脸吧，啊！但是呢，他的知识和文化真是特别有嚼头啊！而且你知道吗？自从张公子参加了我们节目之后，现在大家都叫他小谭月，喜欢这个称号吗？我事实上我并不喜欢这个称号。那你希望大家叫你什么？大家都知道那个 NBA 的一个明星詹姆斯，大猩猩，他当时就有人说他是小乔丹嘛，乔丹第二，他就说不做下一个谁，做第一个我。我很喜欢这句话。你对你的对手有了解吗？对，他上次也是4个人，你也是4个人，所以说从表面上看你们两个人的实力是相当的，你认同这一点？这一点我不是很认同。嗯，因为我觉得野行兄是强于我的。你觉得他强于你？战胜六野行师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任务吧。毕竟大家知道野行兄是博士，我是大二的本科生，但野行兄比我多读了5、6、7、8年书，这个东西是我读书再快也是暂时难以超越的。所以我觉得张雪剑这脑子太好使了。张雪剑这话一出啊，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比你小，我输了也没事儿。对，输了这是应该的，赢了的那就你就不好下台了。谭越呢，他自己的称号是知道分子。我觉得我的就是略懂先生。刚才雪剑说我可能比他更强，
我觉得如果说是短板的话，可能我短板少一些，但是在文史哲方面，学建我觉得是远远强于我的。你像他的1000本书，再加上他离高考不远，实际上别看我们博士读了这么多年，但是我们是越做越专，越做越窄，想突破这个人类知识极限的圆周上那一点，而不是照顾整个圆周这个面，所以说孰优孰劣也很难讲。所以现在二位走的是谦虚路线，但是我真的迫不及待看到你们答题了。两位在预赛阶段都是连赢对手4位选拔队友的高手，这一战马上就要开始了。一位姓张，一位姓刘，还缺个姓关的。缺个姓关的也没关系，咱们就这一拜，拜过以后答题较量开始吧。两位，北大张雪健对阵清华刘也行，究竟谁更行？答题开战。请问 PhD 是对哪种学位的英语简称？博士。流行词码农是哪个行业人员的自嘲称谓？程序员。请看视频题。这是卡梅隆的哪部电影根据张家界和黄山设计取景的镜头？阿凡达。请看视频题。视频中李连杰饰演的无名刺杀的是历史上哪位皇帝？秦始皇嬴政。北美的落基山脉属美国、加拿大和哪个国家共有？墨西哥。欧洲第二大港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钻石加工地是比利时的哪座城市？安特卫普。请听音频题。一二三，牵着手，四五六，抬起头。这首歌是陈绮贞和哪个组合的歌手对唱的浪漫情歌？我是陈老师的脑残粉，是五月天。请听音频题。我是这耀眼的瞬间，胜过天边的刹那火焰。这首生如夏花是哪位内地男歌手的歌曲？朴树。法西斯一词最早出现于欧洲哪个古代帝国的文字记载里？古罗马。古希腊三贤指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哪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请看视频题。这个高度距离317米的主火炬台还有相当的高度。这段亚运会的点火仪式发生在哪个阿拉伯国家？卡塔尔。请看视频题。他这个球场都是特殊种植出来的，底下。视频中李冰冰参观的是哪支英超球队的主场馆？阿森纳。阿森纳。1961年4月17号的什么事件标志着美国反古巴行动的第一个高峰？朱安事件。曼哈顿计划的主要领导者之一，美国原子弹之父是哪位物理学家？曼哈顿计划的主要领导者之一，美国原子弹之父是哪位物理学家？领导这个计划的应该是奥本海默。漂亮。孔子名言不义而富且贵的下一句是与我如浮云。红楼梦中的一副对联假作真实真亦假，下一句无为有处有还无。独角戏如果云知道是哪位台湾女歌手的代表作？许茹芸。著名的华语歌曲组合无印良品是由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光良和哪位著名的歌手所组成的？品冠，黄品冠。明朝历史上仅有的几个都师之一带兵取得宁远大捷的人是谁？袁崇焕。成语倒行逆施讲的是春秋时期哪位吴国军事家的故事？伍子胥。请看视频题。 Warm reminders, I am home. Welcome back, Mr. Bingham. 这是乔治克鲁尼在哪部电影中的经典扮相？在云端。请看视频题。
视频中饰演精灵王子的是哪位著名的好莱坞影星？奥兰多·布鲁姆。奥兰多·布鲁姆是。《青蛇》《霸王别姬》等电影的原著都取自于哪位香港作家所写的小说？李碧华。在《水浒传》中，武松在哪家酒楼写下了“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几个写字？鸳鸯楼。英国威尔士地区的首府是哪座城市？加迪夫。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首都和最大的河港是哪座城市？民主共和国应该是金沙萨。请看选择题。篮球运动的发明者是哪位美国的体育教师？ A. 乔·约翰逊， B. 奈史密斯， C. 朗格利亚。我选择 B. 奈史密斯。请看选择题。 NBA 中洛杉矶湖人队在1948年至1960年间坐落于哪座城市？ A. 圣迭戈， B. 明尼阿波利斯， C. 辛辛那提。我选择选项 B. 明尼阿波利斯。温庭筠的词《菩萨蛮》中小山重叠金陵灭，下一句。定云玉度香腮雪。苏轼的《卜算子》中拣尽寒枝不肯栖的下一句。寂寞沙洲冷。被称为秦国第一相，曾被当作奴隶用五张羊皮换来的是谁？百里奚。东汉末年十八路诸侯统领袁绍的长子是谁？长子应为袁谭。十九世纪英国诗坛三大巨星分别是济慈、雪莱和哪位唐皇的作者？拜伦。白马非马出自中国古代哪位伟大的逻辑学家之口？名家公孙龙。请看视频。这部经典的电影的故事发生在哪个国家？印度。请看视频。视频中金刚在纽约的哪个建筑屋顶击落飞机？帝国大厦。F1 方程式比赛中杆位赛又指什么比赛？排位赛。在伦敦奥运会射箭项目里面连获三金实力超群的是哪个国家？韩国。请听音频题。是山东，是山东。陈奕迅演唱的这句歌词是哪一座城市的方言？上海。请听音频。这是哪部经典美剧的片头曲？The Big Bang Theory 生活大爆炸。果壳中的宇宙是哪位科学家的科普图书？史蒂芬霍金。世界因你不同是哪位中国著名企业家的自传？企业家柳传志。不是。李开复。是。请看选择题。明斯克是哪个东欧国家的首都？ A. 立陶宛， B. 白俄罗斯。请选择。我选择 B. 白俄罗斯。请看选择题。拥有结婚之都美称的拉斯维加斯位于美国的哪个州？ A. 俄亥俄州， B. 内华达州。我选择选项 B. Nevada 内华达州。近期出演的电影《小时代》的 Hold 住姐的原名是？谢依霖。近期上映的电影《中国合伙人》的导演是？陈可辛。 F1 著名的赛车手阿隆索来自于哪一个欧洲国家？西班牙。围棋国手聂卫平的徒弟之一曾经七次获得了世界冠军的中国围棋选手是谁？常浩。谁？古力。题库报，两位稍安勿躁，把掌声送给两位，我们正在紧急的调集题库。太厉害了。一小段时间答题继续。刚刚我们紧急调集了题库，需要跟各位汇报一下的是，张雪健和刘也行刚刚的这轮答题较量一共进行了24轮，完成了48题的答题，而我们的最高记录是33轮，所以非常期待他们能够破我们的记录。究竟是否能够刷新一站到底的答题记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下面答题继续。获诺贝尔奖的作品《音译诗集》《吉檀迦利》是哪位亚洲诗人的作品？泰戈尔。在传统戏曲《铡美案》中忘恩负义抛弃妻子的反面人物叫什么名字？陈世美。汽车城底特律在美国的哪个州？密歇根州。中国唯一以花命名的城市是四川省的哪座城市？攀枝花。音乐专辑《知乎者也》的创作者是哪位台湾音乐教父？罗大佑。经典流行歌曲《笨小孩》是刘德华、吴宗宪和谁合唱的？柯受良。近日宣布与传媒大亨默多克离婚的是哪位女性？邓文迪。曾出版图书《两宋风云》被网友奉为史上最牛的历史老师的人是谁？袁腾飞。
文天祥的诗句“惶恐滩头说惶恐”中的“惶恐滩”是江西省哪座著名的十八险滩之一？赣江。毛泽东的家乡是湖南省的哪座地级市？地级市应该是湖南湘潭。由萧蔷主演的《小李飞刀》中，李寻欢是哪位台湾男演员所扮演的？焦恩俊。冯小刚的电影《非诚勿扰》中，舒淇饰演的梁笑笑的职业是什么？空乘、空姐。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城，诞生了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的是哪座城市？江苏南通。中国古代被称为兵圣的是哪位著名军事家？孙武，尊称孙子。古文观止的作者是清朝的吴调侯和哪位文人？吴楚才。代表作有纯粹理性批判的是哪位德国哲学家？康德。过京剧四大名旦指的是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和哪位京剧大师？陈彦秋。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人是哪位革命先驱？陈独秀。八七版《红楼梦》中林黛玉由哪位女演员所饰演？陈小旭。以潘冬子为主角的是哪部中国儿童红色经典电影？闪闪的红星。金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中衡山派的掌门人，江湖人称潇湘夜雨的人是谁？莫大先生。小说《笑傲江湖》中岳不群的夫人是哪位女侠？人我行听说过的半个宁中泽。北美洲的国家海地位于哪个海的北部？加勒比海。世界上最小的海是什么海？土耳其海峡中的马尔马拉海。电影《家庭三部曲》《推手》《喜宴》《饮食男女》是由哪位台湾导演所执导？这个我不知道，是吴念真吗？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导演还蛮有名的，台湾导演。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的是，我不清楚。李安。啊。掌声送给他。没有想到打造一道电影。两位的答题轮数36轮，刷新了一站到底的答题记录，刷新了谭越和周涛的记录。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互相跟对手说句话吧。比赛之前也说了，野心兄肯定是比我厉害的，现在果然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呢，我至少在刚才答题过程中能跟野行兄来平分秋色了吧，至少能够达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我的5、6、7、8年也希望像野行兄的一样精彩，谢谢。其实对张雪健的这个情愫吧，其实我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我在大学里当过辅导员，他的年纪正好和我带的那一级非常相仿，所以我都是把我的学生当弟弟妹妹那样看待的，我又看到了很多自己的影子和那些带着学生的影子，我觉得他身上有着无限的潜力，以后必成大器，希望以后我们还会有机会在其他的领域切磋琢磨。我喜欢你们两位这一轮的交流，非常的好，谢谢张雪健、张公子，再见。好的，这一轮我们要恭喜的是清华大学，来看一下你们收获的奖品是55寸的液晶电视。好的，现在北京大学只剩下刘队长刘苏曼一个人了。好的，刘队长在上一次的比赛里面也没有出战，并没有让大家感受到你的实力。是的，我只能说在上一场比赛里面是我的队员们的努力加实力造就了我的神秘。那么这一场比赛当中一切谜底将要揭开，怎么样？我们拭目以待。同时也需要跟各位补充一下刘苏曼的个人资料啊，除了她在《非诚勿扰》上的表现大家比较熟悉以外，她是北京大学日语专业本硕博士，当时北大日语系博士生入学考试中以每科均第一的佳绩被录取。刘苏曼，最后一站由你完成。好的，苏曼加油。加油。谢谢谢谢。两位答题开战。五羊石像是我国哪个城市的标志性雕像？羊城，广州。被誉为中国第一滩的北海银滩位于我国哪个省市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名诗《游子吟》是《交寒岛寿》中的哪位诗人的作品？孟郊。中国古代学派程朱理学中的朱指的是哪位南宋理学家？朱熹。鸿门宴当中刘邦所说的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的俎是什么意思？砧板。周
周星驰版的唐伯虎点秋香中，唐伯虎最后用哪种兵器杀掉了夺命书生？没有枪头的唐家霸王枪。WBG 是哪个世界性金融组织的英文缩写？世界银行。爵士乐公认的发源地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哪个城市？ New Orleans， 新奥尔良。当日则光明，旧日则光镜也，是东汉哪位科学家对月食做出的科学解释？张衡。名画向日葵星空的作者梵高是哪位画派的画家？印象派。名著水浒传中呼天雕指的是谁？李应。名著水浒传中绰号为两头蛇的好汉是谁？他应该是哥哥谢珍。请问图片当中是哪个国家足球队的队徽？西班牙。图中的状元秀面具侠来自于哪支 NBA 球队？他叫 Kyrie Irving， 他在克利夫兰骑士队。请听音频题。这是哪个热门游戏的主题音乐？我昨天晚上玩到晚上三点，找你妹。游戏《植物大战僵尸》当中，如果要在水池上种太阳花，必须先用哪种植物来做垫底？我知道那个英文叫 lily pad， 但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就是一个像荷叶一样的 lily pad， 就是荷叶。对。古称泸沽海子，湖边的居民主要是摩梭人的哪个湖？泸沽湖。著名的夯土民居建筑永定土楼位于福建省的哪个城市？我刚刚和一个我高中的同学吃过饭，他去那里做了选调生，是福建的龙岩。请听音频题。妖精都是妈生的，不同的人是人他妈，妖是妖他妈。音频中是大话西游中哪个角色的经典台词？唐僧。请听音频题。我知道你是难过，是哪位女歌手演唱的歌曲？王心凌、杨丞琳、蔡依林。蔡依林。中国现代诗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大烟》和《我的保姆》是哪位诗人？艾青。北京人是哪位话剧大师创作于1940年的第四部杰作？曹禺。美国的哪个州被称为孤星之州？德克萨斯州。迈阿密位于美国东海岸哪个大半岛上面？这个半岛的名字和这个州的名字是一样的， Florida， 佛罗里达。李煜的《虞美人》当中，春花秋月何时了的下一句？往事知多少。福楼拜在自己的哪部作品中描写了主人公艾玛为追求安逸生活而自甘堕落的故事？包法利夫人。赵薇执导的电影是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片尾曲是由哪位天后女歌手演唱的？王菲。江苏卫视热播的《新恋时代》当中，女主角邓小可是由哪位女星所饰演？杨幂、范冰冰、舒淇、章子怡、孙俪、蒋欣。刘也行倒在了一道娱乐题上面，你知道吗？是姚笛吗？是。谢谢。这个结果真的不知道又会发生怎样的逆转。我说了一站到底，并不是说全来高精尖的，网撒的可大了。但是通过刚刚我知道你很难过那首歌，我就看得出来刘也行为我们节目做了多少准备呀。也行，来到我们这个舞台上，同样的这句话，你有些什么样的感受和收获吗？其实来到这个舞台，我也没有想到能被清华队选中。其实一开始来这个舞台上并不是说想要出风头展示自己，那当然，其实想寻求的是一种挑战和对自我的超越，想找到一种过去曾经的有的激情和勇气吧。我觉得主要是这样，是一种刺激，更大的是一种快乐。其实对，是这样，是一种，我相信你已经收获到了。是的，我觉得收获很大。也行，再见。恭喜北京大学，来看看这一次你们收获的奖品，体感游戏机。我想问一下舒曼，你在答题之前有没有想过自己能战胜也行？其实我答题的时候一直都没有紧张，就是心如止水。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当然加上一点点的运气。最后一搏了。对，
对，我们来问一下朱峰，有没有想到你今天还是要出战的？因为之前你对刘伟行非常有信心。我有想到，因为我觉得我们所面对的北大也是非常强大的一个竞争对手。我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我更喜欢就是和强有力的对手进行一个 PK。因为我觉得能够成就小事是靠朋友，但要成就大事一定是靠对手。刚刚我们已经看了苏曼的表现，觉得她答题实力不错，但是朱峰我们对你一无所知，因为之前那场你也没有出战，你自己对自己有信心吗？我朱峰从小到大20多年，我就不知道怕字怎么写。顺便补充一点朱峰的资料，读书期间3年成绩全系第一，高中全校第一，并且在3个月的时间之内掌握了一门完全陌生的语言，采访国际政商界人物。新闻系的学生现在毕业转行至金融行业。朱峰，面对对面的北大的刘队长，开场的之前你们放过一句话，现在是本场的最后一轮较量，想对他说什么？放马来吧，让你知道怕字怎么写。两位女队长，本场校园风云争霸赛总决赛的最后一局在你们之间展开，谁赢，那么这支队伍就将获得最后的大奖。两位，答题开战。图片中的图标代表什么意思？禁止停车。图片中电脑中了哪种病毒时出现了中毒状况？熊猫烧香。著名的西方诗人海涅的诗作当中称哪个欧洲国家是一个冬天的童话？德国。我国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南岭位于湖南、江西、广西和哪个省的交界处？云南。湖南、江西、广西，湖南、江西、广西、广东。战国时期的马陵之战中，韩国向哪国求救时以抵抗魏国进攻？齐国。秦观的踏梭行中，艺妓梅花渔船尺素的尺素是指什么？信件。请问图片中是哪个国家著名的水上城市？水城威尼斯。哦，意大利。哪个国家？请听音频题。音频中唱到家乡是位于中国哪个地区的城市？西藏、新疆。在第23届奥运会中，著名的体操运动员李宁获得了自由体操鞍马和哪项体操项目的3枚金牌？单杠、双杠、吊环。2008年北京奥运会夺取女团冠军并成功卫冕女单冠军的乒乓球运动员是谁？张怡宁。著名的音乐人李宗盛的前妻是哪位女星？林忆莲。国内哪位著名的导演担任了今年春晚的总导演？冯小刚。名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是出自于哪位诗人之手？杜牧。名句“人杰地灵，徐如下陈蕃之榻”出自唐朝诗人王勃的哪部作品中？《滕王阁序》。后梁的建立者是哪位皇帝？朱温。秦始皇长子叫什么名字？扶苏。在《西游记》中，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的绝招是能从嘴里吐出什么火？三昧真火。是。名著《三国演义》中，因为自己病重请求刘备治理徐州的人是谁？陶谦。图中著名油画由哪位著名的画家所作？齐白石。油画不会。恭喜谢谢大家，谢谢。其实我特别想提醒电视机前的朋友以及清华北大所有的学生，今天你们来到我们的舞台，来到我们的现场，就是因为你们热爱一战到底，所以我们欢迎你们来，而且这也是你们之间的一个友谊赛，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场比赛而把清华北大作为对比，比方说谁强谁弱之类的，他们只是热爱我们的节目才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然后我觉得我们这次来真的是不虚此行，因为玩得很尽兴，然后也结识了很多的朋友，除了清华大学之外，还有浙大的，还有上海交大的，那么多的好朋友。我想对大家说的是，我家大门常打开，北大欢迎你们来。
谢谢，谢谢。好好，北大永远以一个开放的心态和状态去迎接所有的朋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再见。同学，我们来揭晓一下属于清华大学的最后一样奖品，它是什么呢？读书卡。恭喜你们！恭喜朱队长！同时，请上你所有的队员来到我们的舞台现场。这个胜利的时刻当然是要跟全队的人一起来分享了。有请大家走到中间来。同时，你们会获得一个大奖，来李好告诉我。这个大奖就是由更加适合观看在线电影的长虹 UMAX 客厅电视所提供的美国常春藤盟校学术交流之旅，你们五位携手去美国，祝贺你们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去吧。前面等待你们的将是未来的一条康庄大道，祝贺你们，也祝福你们成为祖国的栋梁。其实看到清华北大这两个代表队在我们舞台上的表现，我们就已经可以断定我们祖国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因为他们真的太优秀了。各位亲爱的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朋友，你们看到了吗？想象他们每一位一样来到一站到底的这样的舞台，来近距离现场感受答题挑战和博弈的乐趣吗？那还等什么呢？报名的方式就在屏幕的下方。好了，除了这个报名方式，你也可以通过金龙鱼添加海洋鱼油调和油一站到底的地面招募活动来进行报名。谢谢各位，金立 Life 一六首席一站到底，下期同一时间等你们，再见，拜拜。谢谢各位。今天大家观众可以看到我们的衣服的色彩，我们是正红色、朱色，而对方是紫色。古语曾经讲过，就是说故子之夺珠也，就是说呀，紫色和红色对抗，曾用来比喻以下犯上，以邪乱正。所以今天呢，不用比赛，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对不对？刘也行举手了，我特喜欢他说话，因为他平时都不说话。物理上这个紫色是比红色的波长要短，这个能量要强的，所以说呢，紫外线专杀菌，专杀美牙菌。